陳志遠講咗一樣嘢，我諗幾有趣咧，就係話講緊嗰個經驗，點樣可以透過區議會用錢可以保存到一啲經驗？我跟住再諗呢樣嘢，去翻阿陳淑莊頭先講嗰樣嘢咧，就係、是、點樣用啲錢嘅時候，佢哋都有啱有錯嘅時候，其實似乎佢係想話區議會都有個學習嘅能力嘅。區議員都有個學習嘅能力，唔會停咗喺一度嘅。咁點樣可以？我諗我個問題係點樣可以令到區議會學習到咧？唔好話學得快定學得慢，學習到咧，即係嗰個今次抌咗一億出嚟，你當交學費啊！我即係你當交學費，好昂貴嘅學費啦，每區有一億嘅學費啦，學咗啲乜嘢先？嗱，呢個我覺得係最最最緊要嘅。最後做出嚟嗰樣嘢醜樣嘅或者冇用嘅，都係交咗學費嘅。嗱，做出嚟嗰樣嘢好嘅，咁梗係好啦，係咪？但係你起碼知道自己學緊咩嘢先啦。嗰樣嘢我覺得非常非常非常緊要。然之後。